说好的航拍估计又没戏了。看这外边的风有多大，那个树被吹的。但是我明天就要离开这儿，今天看来航拍可能性不大。上午刚把这个早晨拍的东西做出来，导出在这边。晚上看能不能出去拍下夜景吧。 因为毕竟他们晚上这个万架灯火，这个景色应该也很好看，就是有点害怕走到上面去。做了这么久头条，突然发现头条竟然还有这个选项，豹纹。哇，那我这些都是豹纹啊？加载更多，下边还有啊。哇，它播放超多少就算是豹纹啊？ 这些都算是豹纹，我一直没有发现有这个功能。它设计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呢？中午休息好，下午打算再去其他地方去逛一逛。咦，对他们这边驮东西都是用马，驮着这个砖头上去盖房子，看下午的风多大。今天的航拍取消。 画面中间有个松鼠，大家看到了吗？哦，对面走来一个人，快吓跑他的！看，冲着我跑过来了。上树去了。下午来到这个陈子的镇子的另一半，这边有个贡爷院。他们这个贡爷院前汤也是清代。 中期的建筑，看它这个门头，也是用木雕很精致的。这边保留了很多完好的这种明清建筑。又走进一个院子，这边所有的这种保留完整的这种院子啊，都没人看着，然后也没人管。 看这门头上边，这个房子是这边最大的民宅，但是这边是锁着的，看不到里边了，只能看一下这个外边。这儿有楼梯可以上去，下边是猪圈。 这个地方火腿出名嘛，所以养猪都在一楼。刚要出门，发现两匹马堵住了去路，马的尾巴是不是后边尽量不要走过去？看他们这边正在盖房子，我要是走马头的话，这样也很危险。要是过去呢？我要再往前走一步呢？不会把它惊了吧？ 这马应该很乖的，等一下我就把手里的东西放下。这边很多人都在里边居住着，你看人家的厅堂、八仙桌、太师椅，这趟会客厅了。逛到他这边还有龙王庙，这个古镇里面的庙还真是多。它上面是龙王庙，但是这个庙呢，现在是不开着的。 锁着的，我刚才看了一下。我现在正在四处找地方拍岩石，没有一个特别理想的位置。哎，这个好厉害，他们这边的马，这么重的钢筋都驮着走没问题。 好像是逛完的有点早，太阳现在还在这边呢。我要等太阳到这边，然后拍它。虽然我这个位置比较低吧，但是这是我找到能找到最好的位置了。哎，这每次一出门就大包小包的，现在呢又多了它，所以我的包里边呢基本什么都不能放，这些东西都要拎在手上。 太阳还不下去啊，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
是不是应该先下去买点咸盐和火腿啊？等不上了，我要决定下去先买火腿和咸盐。大成，上午我过来看，我要一个小点的吧。大一点。要小一点的。哎，我不抽烟，谢谢。要肥肉，要肥肉小一点。哎，这块看着不错嘛，带骨头的，这块带骨头的。得要这块和这块，这两块，这块是几年的？三年的。这块是三年的，这块是两年的是吧？行，那我要一块三年的，要一块两年的吧，就这两块。然后盐多少钱？这是十二块，那是十块。这种十二块是吧？对了。绿色假盐，这盐行，我觉得这盐也行。拿一坨。二斤三两啊。好的好的。买了两块，一块两年的，一块三年的。其实大块一点的会买比较合算。然后还买两块盐，盐是给我的，这两块要寄回家里边去，毕竟我已经吃过了，这个要寄回家去让我妈他们尝尝。好，我现在应该可以去拍岩石了，这个太阳感觉差不多了。好，好几种啊。绿豆的，还有呢？啊，老师们香糯米、啊，绿豆就行，给我拿一根绿豆的吧。哎，多少钱？两块。两块，微信行吗？行行行。好，给你扫微信。这边他们这边的这个冰棒好像也很出名，四处都是。这么热的天，一定要吃个他们这边最有名的石门冰棒。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，每家店都在卖。吃一下就知道好不好吃了。回到我刚才的位置，就是这个位置。嗨，等待太阳。我之前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这个古人的窗子啊都是这样子镂空的，它怎么防止水进去呢？后来我想明白了，古人家里边没有地毯，没有电器，所以进水无所谓，他桌子都在中间摆着，离窗户周围呢什么都不摆着，家里又是石头地，所以就他根本不怕进水，对吧？很多小伙伴好奇每次我延迟是怎么拍的，就这样拍的， iPhone 是架在上面的，这屏幕呢它会拍摄的时候会自动变黑，碰一下它就会亮，里面设定好轨迹之后呢，它这个轴臂下面有底座，轴臂上方呢这个是控制方向的，但是你一旦设定了自动旋转啊，它就会沿着你需要的这个轨迹呢来旋转，这个拍延时还是挺方便的，虽然不如那个新出的那个 Osmo Pocket， 但是那个呢最大缺点就是会发热，特别烫，你要胆敢用它来拍一个半小时的延时试试，直接能点烟的。日落圆满拍完，角度和时间算得刚刚好，就是不知道放在片尾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，晚上的时候呢我可能还会再过这边来拍一下这个夜景，应该这个角度看着应该这些灯光亮了之后更好看。既然无法长大，那就不要学着别人去挣扎。Oh baby， 但愿我们能相随。